魔鬼总能得偿所愿。还有屏障的，棺材的召唤。双眼如落日般血红，边境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样子。屏障交了吗？应该交了，我不知道。知道，我现在我想，我好饿啊。人的饿生长于自己。交屏障了吗？说，应该得拉一下，先走一下，我再赶。我们中单在吃线。你看我们中单在干什么？我们中单在吃线呀。我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。稍等我一会儿，搭档。我只有一条规矩。你伤了别人，就归我管。喜欢枪战，上怪兽，离手就更棒。
还能透透的。善心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。风中带着寒意。我消耗德莱文有点没什么用了呀。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枪。在这里，你的准头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他这些步甲鞋他很稳的，知道我这波回去不采妖了，这些步甲鞋主要是他大没大剑圈吧，应该是没有大剑圈，所以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滑不上去啊，分女位置不知道，分女露头我可以滑，分女没露我滑不了啊。左蓝来了，左蓝一定来了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不要停步，不要来枪。枪火不会带来救赎，但我仍要试试。先出幽梦嘛，不出亵渎九德蛇吗？出亵渎九德蛇推线能力强很多啊。
先出幽闷跑图能力吧，不追求推线。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依然能听到他的声音。跟紧你所知的摇滚，黑暗在我身上拉下了烙印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五线给我打不中啊！不要投得太久，我从来都不喜欢这种战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这个武器我打不动了，反击风暴一开都跳我脸上，我都被他打晕了。反击风暴拉扯都不好拉扯，卢锡安毕竟是个小短手，五百码的攻击就是年轻的样子。顾甲鞋，顾甲鞋，怎么这么尊重嘛？本世界都是人和怪物，大多数都是一个。这干嘛？
是奇了怪了。哎呀，不好打呀！道上的人不讲王法。都没管中线的，如果没管中线的话，得直接打死。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，不需要我吧。我想回家吃中路仙人去了，主要是不太好吃，过来打。西部年代的恶魔，听上去还不赖。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别看男刀了呀，这把男刀。至关重要了，难道能不能切死这个德莱文，对吧，能不能切死德莱文或者这个阿罗拉，决定了我能不能就是我打武器的压力会不会小一点。那能切死一个的话，我打武器压力都会小很多，是吧，我肯定打脸上的就出武器嘛，打武器跟这个杀掉这个兄弟。西部的生活和不法之徒，打五千人嘛。野区我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好，收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他们才能释放。大招能出来吗？还不打大龙吗？对啊，这边不打大龙跟鸟盘呐。
怎么办呢？这几只英雄都不是打团的英雄啊。我还记得魔鬼的双眼。是啊，男刀、豹女都奥拉夫，都有点长得不像打团的英雄啊。对面有打团的英雄啊，对面中单能打团，对面武器能单带能打团。尊敬你所知的魔鬼。这个是真有点难玩，主要我的生存环境也不是很好，伤害有，但是能不能打出来不好说啊。恶毒的心永无止歇。吸了他有大招，没大招我收了，没大招他被我秀死了。哎，先把这股爆炸果实 A 了呀，他想什么呢？不会爆炸果实。坏了，还在拉扯，完了，被拉扯晕了。还好巫妖也死了。那拉夫哥能不能把这上塔推的？看来地狱还不想接我。拉夫哥到了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？这个武器没办法处理啊，这个武器我 A 不是特别好处理它，其他人倒还好，其他人都能接受吧。再打下去也很难赢，这个阵容打到后面有点困难。不要停步，回枪。我没有杀了，没说到。中带着寒意，看看是谁来了。今天的我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。躁动，这是我的地盘。我希望你能保留这个后代。于是，第一枪。
救赎，不用试试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可以啊，这波机会，他们中单可以抓到机会了。黑影更坏的东西，感觉我是觉得闪现没有交的必要了，闪现交出去一两百血人嘛，他后续应该是能追死我，但是哎，涉及到一波的团战，我该交闪了。如果还能打一波的话，我就该交闪；如果还能打不了一波的话，那我就该交闪。OK， 结果论，上波那个闪现没交是正确的，还有一点机会。上波那个闪不该交，还有下一步加油，他们上只有一个门牙了。我知道能闪他圈啊，然后还能打一波，这个闪留着就追的。加油！还没有三级大招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。清算时刻即将来临。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。差多久啊？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清理。难道就要反了？
伤是一种人品。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善心不易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我不介意修理想惹事的人。于是地狱接踵而至，装什么这么装，太傲慢了吧，谁没火炮啊，对啊，这也太傲慢了，谁没有火炮，我是炉香哎，我他妈有大招的，卢锡安十六级神装，跳上来这样子 A 我一下，这太傲慢了吧，这个真的。